看开十一页，算到等下第二项。五，希律利王兴兵杀诸色主，迄阵佛头壳疼。佛陀在龙宫作法的时阵，龙宫是一个地方的所在，唔是海灵王咧住的所在。啊，你唔通将这个讲，这龙宫是海灵王咧住的所在，水族。这咱后壁人这个历史啊，吼，伊就讲啊，拢是讲这龙宫啊，就是鱼虾水族海灵王咧住的所在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是龙宫说法，讲这个华严经。那么，迄孙子比丘啊，禀白佛陀，讲大德世尊，你顶世的人是捌做什么业呢？成就佛陀之了后，恶心王啊，恶心王就是毗琉离啊，毗琉离王啊，恶心王为了太师释迦族。规族拢个袂调着着，世尊就感觉头壳疼。佛陀甲众比丘安尼讲，讲过去无量劫的时阵，流飞河边啊，住五百个村民啊，就是咧掠鱼的。所以咱这些人啊，出世做渔民是真正足衰啊。出世做海边啊的掠鱼的，啊，自细汉掠惯死啊，啊，就认为这足正常诶。迄个孙大海中有两条大鱼啊，结伴游行啊，突然间流来这个河的，啊，因为浅啊，鱼啊大只，啊河浅嘛，你大海流来河当然就河较浅啊，哦，是算讲啊，说大尾鱼来到这个河，才去用掠着。这个掠鱼的人就安尼讨论啊，共同讨论讲，这只鱼只大只。咱即嘛会当用绳啊，甲绑起来。有人来买鱼仔的时阵啊，鱼肉的时阵啊，当场就安尼挂。迄个时阵因为无冰箱啊，吼无冰箱啊，吼毋是像是咱即嘛讲有冰箱，讲冰箱台台挂挂，冰箱甲冰冷冻七天十四天嘛拢袂歹袂烂。啊，为着要保持新鲜啊，活鱼啊一块一块挂就对啦。哦，这个大陆都有安尼。大陆哦，你若去到北京的时阵哦，迄个鱼哦，拢饲几大堆吼。啊，你爱时你去敬一只，啊敬一只的时阵哦，敬一只的时阵哦，伊个啊栏甲下，鱼啊拢滑跳跳，啊安甲挂，为这头壳甲捏捏，头壳捏捏哦，啊身躯甲挂，吼挂一边一个，啊即嘛为头壳。用这布泥料啊，规顶油哦，啊，就钱啊，钱起来时阵哦，色身躯色啊，头壳青吼，啊，放咧，啊，只抹刷一寡迄落，或者佐料啊，佐料迄个糖醋迄款佐料，哦，啊，嘴啊咧夹，啊，迄肉已经熟啊，迄肉已经熟啊，我有放迄个录影带，互咱只徒弟看。咱人为着这食的物件，惊死人，食安尼嘴安尼咧震动哈，就是大陆。但是咱若无听到佛法，敢若即世地人啊，杀生食草的这个罪啊，你就无法度担袂起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你袂当食素食，至少你唔通杀生啊，至少你唔通杀生。所以啊，伊即马来咧买这个肉的时候，为着要有新鲜呐，伊就一块割啊，来鱼啊，搁咧挖咧啊，哦，为着要保持鱼肉的新鲜呐，因此啊，就将这大只鱼啊挖甲绑起来，哦，甲上市落去挂肉就对了，迄款系痛苦，你看惊死人。就这个时阵啊，有一个囡仔才四岁尔，看到这个大鱼啊挂这个肉的时阵啊，在跳。啊、哦，感觉真好耍啊！那囡仔佫唔知，也是个小鸡棍啊，安尼拱迄个鱼头，真好耍啊！拱迄鱼头，好多，就甲朱比丘讲，讲过去迄两只大鱼啊，就是现在毗琉离啊，甲苦母这两个人，苦母嘛是一个人的名，毗琉离嘛是这两个人的名。我、迄个时阵，也小鸡棍啊，拍这鱼头的囡仔。就是现在我，
啊，较早公家食迄只大鱼啊，哇哇安尼挂肉咧食迄只，大鱼甲食鱼肉诶人，就是实惊说，说爱自杀，爱自杀，共同食迄只就对啦，啊哇哇安尼甲挂，这是真残忍诶物件。因为过去时啊，伊设计几啊箍拍迄个鱼头诶叶印啊，使我鼻青水啊，煮饭着头壳疼。所以这四个人幸福啊，还佫受着这个业报啊，业报。食什么最上当呢？食迄个鱼，活活的时阵，迄只鱼拄啊要生，哦，内面真侪卵啊呢，内面真侪卵啊，活活安尼刣，啊，挂遐鱼仔囝嘛，拢爱死着着，叫遐鱼仔囝拢爱死。哦，所以咱这个定个定个，所以靠讲讲这個、海产活的物件是尽量避开，尽量避开。啊，这个杀业太重。第十三页，啊，第六，啊，第六，那佛陀受的这阿悉达多婆罗门请，但是吃无到，所吃到麻麻，麻麻的就是卖啊咧吃的物件。咱人咧吃的是上等麦啊，啊卖咧吃的是看你算讲。烂臭布的无人要食的物件，食拍互马去食就对。讲佛祖伫舍卫国说法的时阵，阿悉达王啊，就是一个国王啊，就请佛陀来到伊的国内结下安居。结下安居是为四月十六到七月十五，啊，有人讲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啊，唔对，啊，就外行人的四月十六。啊，四月十五叫做节下，四月十六叫做安居，所以四月十五、十六两天呢，统统要做仪式啊。节下啊，就是节戒啊，因为下这是这个或者雨季的时候，每一年啊，这个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左右啊，印度三个月雨水特别大。那么这糖啊，拢会出科技啊，所以啊，咱啊 BQ 出去化验的时阵啊，会拉起真侪只糖啊，而且啊，雨若来啊，大水淹啊，一啦、三一啦、一波啦，啊，佫有生命危险。所以啊，或者是这个概率，凡是 BQ 呢，包括三米啊，以及 BQ 呢。就去结下安居，那么所以这个结下安居啊是佛的概率。那么目前来讲，伫台湾啊真有人咧提倡啊，确实啊，完了真有限的人咧结下吼，完了有人结下安居，也唔过咧无传播。所以讲这个结下安居最主要目的，第一减少杀业。第二就减少危险，因为啊，这个落雨雨季的时阵啊，这个虫会真多，啊，这 BQ 出去化验啊，会犯着这个杀生的罪真重，所以因此我拢可能只啊，像恁只法师那是，就是每一年的结下啊，不管你有结下无结下，有做仪式无做仪式，最起码去三个月，去三个月的对，尽量会当。做这个节下安居，一旦卖出去，何何用功啊呢？这就是节下安居的这个啊，这个意义啦。佛陀就带领五百比丘啊，来前往这个阿悉达王。这个孙啊，都闹这个机缘，就是我国无修行啊。这时候国王啊，被这个天魔灭啊。天魔啊，啊！这个天魔啊，好一些心啊，敢那半条魔啊呢，也单方无益啊，就是啊，啊就饮酒啦，看跳舞啦，啊，升灯啦，啊，就是一切享受拢有就对啦。竟然唔知啊，这大圣人佛陀来，所叫未记就对啦。等于讲你请师要去恁家吃饭啊，你怎啊未记就安尼就对啦。因此，这福德啊，怎样讲啊？这一年期就无法度啊！吼，伊请我来结坛机，好东西。那结坛机当中啊，
佛陀因无去突破，无去突破，无做去突破，大部分拢是实在家技师啊，摕来供养安尼。那么即马伫个泰国的这个寺庙，就看啊足清楚。泰国的寺庙，有的寺庙有出去突破，有的无。哦，因为有的这个在家技师啊，在家菩萨啊，拢总时间到啊，大家啊，朱便便胖来到这个寺庙安尼。所以泰国的 BQ 无独房，泰国的出家人无独房，伊也袂使住着。所以伊用你用什么好食，伊就食什么。哦，你用车好食，伊就食车。你用素食好食，伊就食素食。阮去泰国，我真摆去这个新加坡演讲的时阵，泰国的 BQ 食真好呢，哦，食有够好呢，嗯。榴莲啊，安尼哇，规盘菜安尼，阮遮个法师还阁袂当食榴莲，食规本本机安尼，哇，偌济榴莲，鱼肉菜安尼，鱼肉菜安尼，猪肉嘛拢规碗规碗安尼，清清的腌安尼，清安尼，咱都无食素食。伫咱台湾的人，你若出家人食素食，人感觉奇怪。哦，安尼就是泰国你食素食，人感觉奇怪，这就无共咧。咱中国人出家人暗时啊食是真正常，你去泰国暗时啊食看卖，你去用笑啊！哦，你若讲在中国人诶，台湾诶，即个出家人，大乘诶出家人食醋，你寸步难行啊！你人无要供养你啊！啊，你伫个泰国你食醋，人会问你啊！我顶摆去到泰国诶时阵，迄个小弟哦，餐馆的小弟店吼，因阮咧团诶啊，拢。哦，拢有迄、那个，有男将啊、女将啊，吼、哦，啊，即马坐的时阵，吼、哦，啊，伊即马就讲，来甲我讲，in the Thailand, the man cannot kneel in the woman, you must keep the distance, 就是讲，伫泰国的出家人，伊咧食饭袂使挖着查某的，哦，嗯，啊，迄个餐馆，干我一个出家人，无你要叫我走去食饭，嗯，啊，不如出四周，拢有坐女将啊，无要怎，哦。Hey, I want to go on. I'm a Chinese monk, so, like your Buddhist. Hey, 不法度啊，我是中国的这出家人啊，你这规团规个餐厅，敢那我是出家人啊，你叫我，无你叫我走去食饭啊，哦，对无？啊，佮带去泰国有咧带，哎，哪看跳舞啊，啊哪唱歌，啊哪食饭，啊规团我是出家人。无，你是要叫我去食？我唔知要倒食饭啊！啊，去食的时候，因咧看我嘛看啊。你去到鬼团，你也袂当讲我走，要不然你若去找无，阿姊就陪我。你足侪人个呢？我中国人去到迄个所在，拢去到迄间跳舞的所在咧食饭啊！啊，我就伊咧安排先讲，师傅，我唔知，讲你师傅来，我呐。哦，所以伊个课程拢安排好啊！我无紧啊，恁看到看境界无同，我无差。我到尾啊，就哇，我凉个安尼就流出来咯，安尼，哇，凉个流出来，我当作观世音嘛。啊，伊念嘣，恰观世音菩萨，伊那条我就念佛安尼，较消灾消灾。啊，大部分拢啊台湾嫁吼，迄、哦那个差不多比较袂红，也袂起来，拢去泰国。伊个导游张杰就甲讲来泰国，你若敢？你若敢啊，就真出名了，对吧？你歌声好歹无要紧啦，你知我意思就对啦。歌声好歹拢无要紧啦，你都敢，伊就出名了，你呐吼。我讲安尼，我知影，我甲你妈说，所以讲这个泰国的整个情况，咱中国人完全无讲啊。所以那个小弟就甲问讲，就你们中国的出家人为什么这么奇怪啊？我们在泰国没有人看到你们这样吃的啊。伊讲这你假寿司有够麻烦的啊。有够麻烦的啊！哦啊啊！尾啊，佫我去炒一盘迄落，迄硬菜，哇，偌好食呢！问起来讲掺啥物猪油啊，是啥物？啥物啥物啥物？啊，这鸡肉油啊，啥？哦，我都买足好食，伊也知。嘿嘿，嘿 ，chicken oil， 鸡油啊，袂我。我倒。你人因也无咧食素食咧，啊，你叫煮又袂晓煮，啊，偌可怜的。去到泰国的时阵，硬菜，包心菜。豆腐、土豆，逐顿拢食安尼，五工十五顿拢食安尼，所以伊要捧出来，我拢无啥新鲜的。所以讲吼，咱这中国出家甲泰国是180度完全无共。你食素食，人会甲你笑啊！你去到泰国行到倒人嘛，讲鱼肉话，你啥都唔知，你食这個？啊，你来泰国人来到这个所在，伊看到咱这伊食袂惯死啊！
啊，泰国的比丘来讲，叫我带伊食海产 seafood。I could not to Chinese monk could not go to the seafood restaurant。就是讲，我是中国出家人，我未使带你去这个海产店食虾啊，未使。我是台湾，大家拢八卦啊，你去经定下名再看报纸啊。所以一百辈子都无讲哈，一面哈，所以讲这个不得啊，就令人这个 BQ 啊，家己去吸食安尼啦，无法度咯。只要讲叫韩剧一旁来，可能点去国王说不会记得啦啊。下流个建联就以神通啊，神通天上接受着天灵降用啊，伊个有神通啊。不得以宿舍住这个巧业的因缘，离受这个马苏供养，妈妈三个月结寒期拢总吃，卖的吃的卖啊了对了。后来苏比丘感觉奇怪，那因开始就甲佛陀安尼禀报讲，大德世尊啊，离宿舍是住什么业？成正觉就是成佛了，哦，甲498。八 BQ 拢伫个边界城啊，食这个买咧食个麦啊咧。舍利弗、摩建连两位尊者讲，宿舍是种了什么福音呀？会当得到天人来供养，到去天顶啊，受这个妙上妙的因食呢？啊，所以讲咱这个食好食歹，完了因果伫个就对啦。佛陀甲苏比丘安尼讲，讲过去咱人八万岁尊啊，毗婆湿婆出世一世，啊，甲苏比丘前往这个钦慧城来接受国王、君臣、甲人民的供养。迄、那个尊声中有一婆罗门，名叫做因提七利。因提七利用于破克多文，正伫个教迄500个儿童婆罗门法，或者是外道的意思啦，啊，外道的意思啦。这婆罗门呢，啊，就是外道的修行人呐、啊。那么一经顺受着这个人民民众啊尊敬和供养啊，自从这个毗婆湿婆啊，个比丘精进入行了，因为啊，提起力婆罗门就真少接受人供养啊，啊，算讲本我向听你的对啦。因此，这个婆罗门啊，就对佛陀、甲这个大众经啊，啊，三心嫉妒。所以啊，法师想出名嘛是真唔好啊，啊，抢人的饭碗，人家就混不下去啦，人就会嫉妒啊。哎，伊就看到这个人比丘入城突破，深受的民众恭敬供养，真侪上妙佳传。家传的真好音质啊！伊就甲只学生讲，讲你们这些昆陀沙门，这昆陀是中国人较早的幻法哦，爱剃光头。好，咱即摆是讲光头，你较早剃光头是幻法的人才剃光头，就是表示你出去一横看个造型之后，你就是幻假法。古早人拢老头生留个真长，哦啊后壁拔一支迄、那、落、個。好、哦，这个，好、哦，养牛啊，哈、哦，把自己迄条，大辫子，尾辫子，这个是要怎讲啊？毛辫子，那些伟人讲的哈，万八八件，啊，要绑在自己后边，啊，反话的人就爱剃光头，叫做坤形哈、哦，中国人我就叫做坤形，哎，叫来灭这个光头。啊，剃光头的人就对啦，是昆陀沙门呐、啊。啊，你光头的出家人，应该让你吃麦啊，吃麦啊，无应该让你遐尼好，甘美的摇扇就对啦。遐儿童啊，就对老师安尼骂，啊，这昆陀沙门因时马脉，这500个儿童就对老师安尼讲，哎，对安尼念，是讲我讲拜师拜了唔对师吼，是有够衰衰。了后这500学生中有两个啊，敬信三宝，伊就对伊个老师安尼讲啊，讲老师，你唔安尼讲哦，啊，这比丘精进是世间无上的福田哦，应该来供养诸天上妙的因缘哦，
佛陀又去甲比丘安尼讲，讲过去世尊叫做因提起力，婆罗门就是我，现在释迦牟尼佛，伊五百个弟兄，我甲因妹兄出家人，哪能没有掉的？哎，就是即卖五百个比丘阿罗汉，因为接到佛的地主嚟做口业，就是即卖讲地经济地人就对啦。因为我佛陀正式地人就是接到佛的地主嚟做口业。因此对地界无数千年，又搁经过无量百千年中，定定食买咧食的卖啊，足生产的一句话尔。所以我定甲注意讲，讲伫佛门当中，为啥讲出家人的代志你袂使参？因为你一句话若唔对吼，无睇你咧修，对地界都食力。所以得大寺庙、清净寺庙，也有好也嘛有歹处。你往生前，因为你会晓下生命落去，吼、哦，供养落去做清大殿主饭，吼、哦，一问题你自己嘴里就会晓收，啊，若袂晓收，你就足麻烦嘞。哎，所以讲，伊这啊，一句话安尼卖出家人尔，安尼对无数一地界的果报。因此，我毋才甲讲，出家人好歹，在家人，你的任务就是护法，毋是要来干涉出家人。啊、哦，也唔是要互你做口业的，因此我才是大慈大悲的出家人。啊，因为咱了解因果，在家人你唔是出家，你无够资格以外，嘛无必要干涉，也嘛未使干涉。一句话写了唔对，走地到林家比倒食力。哎，因为讲一句话尔，哦，讲啊，昆陀沙门应时马迈，干呐骂一句尔，啊，佮加起五百个儿童安尼骂，安尼就立。无量百千年中，啊，安尼对地界，因此啊，达经道场会使讲最少拢有是非，我足无温存，我才出家在家，来我才讲是非，向着向唔着，因果去定白，甲你无关系。人然后甚至讲骂我，你嘛无要紧，你嘛安住，无需要啊，来这个所在讲真讲，什么有诶无诶，啊，伊就加做口业。你都可以去做，包括真赞叹那个慈禧功德的说，啊，讲啊，对地界了，过啊百千万年啊，食这个麦咧食的麦啊，啊，因为还佫剩一寡业要付，所以这四地人成佛了，还佫有佮参这个498比丘阿罗汉，同款爱食麦咧食的物件，麦啊，麻麻，哎。迄个时阵，伊就告诉伊老师啊，哦，讲啊，就是下里去个木建连呐，啊，讲啊，伊是只讲顶世地人了，对啦哈。下里去个木建连就讲，甲伊老师讲，哎，你不出世言呐、啊，讲啊，老师，你莫安尼讲哦，那、啊、是出家人有德行的哦，本来就是爱接受人供养哦，也就是现在下里去个木建连，就是讲苦困做乞丐的人，竟然有那功德，对啦。竟然还有功德，意思讲，人咧未出家人，一直下地府，佮无见人怪佮动起来，讲啊，你唔好安尼哦，安尼，人伊走去天顶，接受人供养，吼、哦，啊遐村的啊，地因老师妹啊，拢食买咧食的卖啊，吼、哦，也表示讲，咱今日咱是会当护持三宝，咱外口咱来听来，啥物智慧，赶紧佮动，安尼也无量功德，也无就慢佮听，赶紧离开。有诶，种人是伊耳朵要做口讲互你听，你就连听，茫甲听关照。你若无一定咧甲靠近，咱就赶紧离开。哦，安尼，啊，搁点，就讲咱所做，哦，出家人尽量唔通在家人诽谤。啊，咱在家菩萨，然后家庭尽量唔通做甲互咱另一半，哦，翁做唔通做甲互某反感，某若做唔通做甲互翁反感，互伊做口讲，尽量爱安尼做。好，安尼在三宝门中做着口业，啊，就一个麻烦就真大，足大足大。所以讲，亲近三宝的好处呀，了脱生死真紧，要不对地干嘛足紧？啊，所以讲，因为下流甲无见人，因两个啊，啊，确实显言讲，处处沙门啊，应供天转，知物按转，转就是食物啦。啊，讲这样出家人本来就是爱啊，天转就是美好的食物啊。安尼，所以人一切世界人有福报，受诸天人供养，受诸天人供养，一句话尔，骨头拢一句话尔。过来，十五页第七，
临风动过，或者背脊痛，背脊就是腰椎啊，哦、腰椎，包括咱身躯的病苦，含咱顶世地人的因缘，完了，拢总有关系，拢总有关系，就是讲咱的破病啊，啊，拢总有关系。释迦佛陀在世所来阵，就定定哈，就患着风痛，风痛就是来个背啊。哦，像咧刮呢，就如刀在割一样的啦，哈、啊。那你讲，所以风痛是因为风，啊，那透风如火啊，啊，就酸啊、抽啊，就讲叫做风痛啦。简单讲咧，咱即摆讲就是风湿的意思啦，关节炎啦、风湿啦，这个都是属于风痛的哈、啊。风痛简单讲就是季节变化引起酸痛，这个叫做风痛啦。水的这这鬼的对了哈，那么因此这主 BQ 啊，就辨别佛陀安尼讲讲，大德世尊，你顶世地人是做什么恶业，搞搞你辛苦了，这世地人想就这样来受的这这后壁啊、脚趾边啊、腰椎啊，安尼吼啊，风痛安尼，就是讲这风湿啊、风湿就对了。佛陀就甲 BQ 安尼讲讲，如来往昔啊，啊过去啊。在这个异类，异类啊，诸作业因啊，啊，那么这世的人啊，佫受这个苦报，这就是往昔真故真故啊，佫在变给迄个真故，有一个历史啊，啊，伊游行诸国，那么伊来到这个王城城，哎，拄在城中啊，在做这个大节会。大节会，举行相扑啊！这你可以看日本那个相扑，还口清一点点啊！那个胸看唔看到一个查某家也闭着，那相扑的一日拢过了百斤啊，一日拢几栋啊呢？安尼啊，日本那个一日拢当个十几个囡仔，啥拢杀袂顶，但系相扑我规身躯安尼，哦，我看到惊死的。天哪！呢，我看迄相扑拢查甫，查某无咧相扑啦，我无看到查某咧相扑。迄查甫相扑，我有迄母娘呢，迄挂起来，迄空咧规卡，惊死人！迄如今查某甲也比起来，迄款的比唔是水啊！我啊，起价就迄往咧捡角，迄拄只大拄惊死人。啊，前我只四十几公斤，然后跌着很水。人望迄个跋倒安尼跌着，我喘死，真正。是这样啊，比地公嘛无遐大只，哦，相扑，啊，真该苦感，敢要看者，你去看，后壁看，带尻川皮拢嘛看现现，所以讲这真歹看，无啥好看，所以我若看到我拢无看，我赶紧遁走安尼，教歹囡仔大细，举行相扑，迄个孙啊，王都有一个历史啊。家己讲力大无比就对啦，因此外来的历史啊，啊，伊就甲这个王啊，这个甲这个王都力啊，啊，力士啊，王都力士比赛，那么这个多破啊，跋脚了对啦，跋一件精美的衣服啦，好，你若赢，我输你一件衫，啊，你也输我这个水衫爱好我了对。那么一触手之际啊，这外来的历史啊，一直知影对方啊，这个王都力士啊，就不能胜。我温良也就对了，啊，这个内行的人啊，行家啊，一出手便知有没有。哼，这个法师同款的啊，这个法师来讲清楚啊，你一开嘴就随怎讲，你这巴肚内面有物件无物件，也袂过去啦。这王都力士啊，家己呾捏个肉，个差就对啦。为了顾及这些名义啊，伊就对外来的这个历史啊，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啦，外来的历史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啦。讲人家，讲我家族啊，中家基础啊，拢住伫王下城啊，王都就对，王都的所在啊，拢住伫这个王都啦。这王都不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就是咱即摆讲台北市啊，国王大所在了，对啦。
拢住伫这个国王住的所在，行政中心呢、啊、叫做王都。虽然讲中土南征，这个中土不是中国的意思，是说行政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叫做中土南征。讲话人生难得，中土南征，这个中土不是中国，这个中土就是行政、经济、贸易中心。历代以来啊，拢有真好的名字啊。如今我知影人家有力超胜于我，我知影你一定会赢我。恳求你，你唔通打败我，唔通让我被别人踢笑、折低了掉。你若是会当在手下留情啊，哎，我有查某囝啊，妙女就对了哈。哎，我有真水的，女人、女将啊，哎，嫁乎你做某了掉。嘿，这个到有某通娶，这个外来的历史啊，哦，听到安尼真欢喜，伊就安点点啊，家己自取弱的，当作是弱的一面呐、啊，自取弱的一个扮演弱势的对啦，好，这个王都立士啊得胜了，连续的举行啊三次相扑啊，连续的直接三败相扑啊呢，外来历史。伊拢好就王都的这个力士啊，得胜，牛赢就对了，牛赢就对了啊。那么但是伊啊，近年啊无爱将这个苗路来给予伊，算食言呐 啊。后来外来历史知影讲这对方有诈，你讲这你给予我也无影，安尼情深不忍啊，无忍耐啊，到个第四摆的时阵啊。要举行的时候啊，要举行第四摆，隆重，头前三摆拢输，这一摆伊知伊个查某囝无要嫁伊，就甲高高的举起来，伊撑会力啊，真生气，甲摔落去，哇，顿一下说，因伤则脊骨啊，哇，因为伊只骨才摔了断去啊，而且只骨断去都爱死啊，你袂接住啦。哦，咱规身躯拢会接起来，一只骨断袂接起来。啊，佛陀又佮甲慈悲去安尼讲，讲迄个孙释德王多列苏，可以脊椎骨啊，伤得很厉害，啊，折断死亡，那就是现在我释迦佛陀佛祖了着，为着讲因迷路唔记安尼个摔死安尼。因为做这款恶业啊，无量百千年中啊，对着地狱受诸苦报啊，伊发着千年心嘛，甲杀死啊。其他的业报告行政工作后，也搁定定咧背啊，咧受着这个酸抽痛。那这酸抽痛吼，你若问我，我上清楚。我这世地人哦，三种痛上严重。第一，我伫建国中学诶时阵哦，连带棍去用拍着，连带棍为着拍着，啵，规支手拢断去。伊厝嘛毋知影，我惊伊骂，怎偷偷去用接，用接，伊毋知影。用结果瞧了无好势，瞧无好势，内面骨膜发炎拢毋知。结果啊，我这个手安尼到甲大学二年诶时阵行起来酸。生甲差不多十年，我伫个瑞音寺，才去予领口一间临安外科开刀，甲注麻醉药，安尼开刀了，挂起來哦，迄粒已经是中大成人了，变真大粒，迄生吼，迄是无法痛，有法度忍耐，酸无法度忍耐，酸要偌好呢？暗时啊咧困，安尼困哦，安尼手来去划着吼，划着迄个面床顶哦，喙醒起来，酸甲烫心肝。透早爬起来时阵哦，洗嘴吼，爱用桌柄落去撸。因为正平安尼揉吼，安揉个手会酸，
就算啊，我都用倒手落去拄，我用倒正手袂洗嘴啊，啊啊袂洗嘴，啊这个哦，这个哦，这捧这个这杯茶安尼捧起来哦，安尼算来到这，这支笔安尼举起来，安尼要写哩，安尼不哩安尼尔吼，算到透对心中来，袂写哩。我即马会当写出这个佛心会仪四本出来吼，还是加在讲这个修修理好势了呢？安尼。十年足足算，找医生找到平哦，平哦，找到台北，台北找到台中，台中找到台东，所谓中医、西医，包括注射，直接安尼插入，一直做针灸，安尼无拢无法度医。会酸啊，迄款胳膊啊，真是的，咱嘛毋知太过太外忝，安尼酸酸十年啊。迄第一个上痛苦，第二就是这个肠仔炎，旧肝疼。我这个肠仔炎哦，旧肝疼拢袂好啊，然后就今仔着个吐，啊着个漏屎。你讲啥原因？无，拢无啥原因。而且一礼拜、两礼拜就一定爱漏屎。这可能咧肠仔迄个孙娘娘肠了无好势，我来怨叹。可能这仔啊，你乌白甲加加白白的，这让我今仔日安尼痛苦，安尼医袂好，真正医袂好。伊讲迄药啊，安尼食哇，这医生安尼吃，你是今嘛有食秋医师药啊改善的，蛮闹塞，闹塞，哎闹塞，伊那闹塞是闹安，哦，我就是安尼呢，我就是。最后啊，钱袂出，耳朵钱啊！啊，咱过去咧闹出是，今嘛不是，我今嘛是放到落尾啊，钱袂出，耳出得，一款声，你甲想看嘛？放假到尾啊吼，迄卫生纸吃了安尼痛啊，迄，哦，迄无法度，迄啥无法度，迄放了吼，一直去抹，免做哩当。变做你当，哦，还弯道，弯道，伊真正真痛苦的物件，足痛苦的物件，啊，这，啊，过来就是胃，啊，啊，较早是头壳疼，头壳疼，我今已经做真大，做真大，哎，捌互我一间健康的身体，人家是不是惊讲咱去传播？哎，有所以细汉到即卖，无一间无食药啊。健康，哦啊！这款人就是命中带来去排这四条，排这八字，专工去算命，莫甲讲这慧理法师的八字排了，伊讲这人爱破病一世的人，四个都排，四个第一句话就甲你讲，这药啊食袂停，药啊食袂停，啊有一摆，这个信徒讲摕我的衫裤。去削起了什么白米咯？去削什么咯？哎，拢无甲我知，无甲我讲啊嘞！哎，削了，迄个通灵的讲，哎，奇怪，今天啥？哎，啊，那会拢总是迄个便宜能力铺，便宜能力医院安尼铺，这个医院能力去啊，通灵的。啊，即马过来讲，啊，你嘛甲这个创一个，安尼甲摆个一个，伊讲，哎，今天是先生是倒泡哟，伊迄个唔捌啦，啊是倒泡哟，安尼嘿，提我的衫去用的，这人就是孙先生，孙平和，偷提去给他用。哎呀，搞个叫母讲，迄个比我较高，无法度，迄比我较高，母袂发。伊讲，这个比我较高，母无法啦，母无法。我家己我都摆解，安怎样？所以讲啊，你什么叫做什么报，走袂去。你什么叫什么报？啊，所以咱来看这段就了解吼。下面啊，因为做这个业，所以无量百千啊，逆中啊，对着地狱啊，受住苦报。其他的这个业报啊，成正觉了，也搁遭受着背腰酸背痛。所以我常常安尼讲，就佛祖安尼讲，讲恶业的恶报，恶业就是恶业啦，啊，白业的白报啊，就是善业啦。善业的，所以我常讲，那宁可受较委屈的，啊，就是唔当去伤害着众生。哦，我来看到这经典，哦，我惊死啊！
别人会使伤害我，别人会使侮辱我，别人会使伤害，无论伊安怎讲啥物，咱就是欢喜心来甲接受。你做你受业啊，我无，我没有报复，我无想要报冤仇。哦，你讲讲你个，啊，我就无就好。啊，你是安怎伤害，啊，我就爱委屈忍受一切。我做爱受业啊，你我不得安尼。哦，对方是无信用的人，安尼起一心念心，甲摔死安尼尔，安尼袂得的。地界安菩萨说，一个腰刚摔断的脊椎，一脊椎就这样的受这个酸骨轮痛骨胀。哦，较早这个公布话剧陈立明，哦，公布话剧讲了，伊拢会讲这个，啊，酸骨轮痛骨胀，卡风秋风，查某人夜来风啊，公布以外，你过去哦，你若是去。吼，其实这地台北地路口，拢往迄落摆涂骹去。来，看，哎，哈，敢若看免钱，来，今仔甲你介绍，啊，这就是虎骨这个提炼的，哎，哦，哎，哎，下面，哎，我要开始来表演，啊，即摆佫讲一个表演，即摆就佫讲，哎，要袂表演以前，先来甲做介绍虎骨骨，吼，啊，你乱转，哎，阿叔嘛无看到无买，伊会真艰苦，伊，即摆简单人讲，阿叔嘛就知影买。所以我昨昏去泰国，我看到人喺泰国嘅火锅哥啦，五叉牌，什么散啦，讲，昨晚来你无买做艰苦，你行家闹亏，所以我昨晚自己拢甩买药，甩买药对啦，甩买药，唉，这拖卡戏哦，哎，我那真熬搬，我若无出街，我摆三点样花，钱量还真好，啊，那么摆业。善业就是善报，啊，十业就十报，啊，是什么人做，什么业，什么人，什么报就对了。因此，你也不必管谁啊，谁也不必管你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要管谁呢？你这么做 OK， 你不就被管你怎样？对不？哎，这个十业就十报，啊，这十业的意思就是讲，啊，哎，这个，种种的胎死暖化啦，啊，娑婆世界。一切的啦，哦，鬼道啦，畜生啦，啊，这个是个杂业报，啊，逆定应当啊，啊，下这个恶业、杂业，应该修这个善业，如是应学，好好学就对，啊，所以主要从今发愿，不准贪嗔痴，也唔贪去伤害到任何一个众生，啊，要别人对不起咱，别人回应过，啊，咱对不起别人，也咱爱回应过啊。那来福音歌啊，这真麻烦啊！不得有过去九万劫的时阵啊，有一个中家主，心常常患着这个重病，中家伊就请这个医生啊，为主的是为他啦、啊，啊来治疗啊。治疗，这个中家有钱哦，哦，伊较少钱啊，惠奉医师。哦，比较伊要摕，哦，伊要摕1000块，伊才给伊500尔，减少给伊就对啦。啊，后来这中者骨病搁再发起来，哎，那么因老爸又搁请这个医生来个治疗，一连三摆拢个治好，哎，这中者竟然啊无爱钱给伊，啊，竟无另外钱给伊就对。因此啊，这医生啊就真愤怒。啊！我安尼透半暝去甲你医，啊医个你竟然唔钱给我，啊！像即卖人根本就无可能，像即卖人去你第一撮无医，第一撮都无当摕钱咯啊！送入去咧加护病房，第一个保证金都偌济，无就唔甲你开刀啊！即卖人佫像较早医生，即卖医生讲你讲做一个讲真正爱讲有良心上的物件，拢嘛钱摆头先，你都无钱你要怎开刀？啊无钱人就肯定要死啊！无钱人就肯定要死啊！即摆老了，让迄个医生讲，你要来开刀，无钱无钱，准备要伊家己开刀，敢有可能？无可能的代志。好，后来一时啊，啊，经过一段时间，中者的骨病又发起来，过去请这个医生来为伊治疗。迄、那个恶心的医生啊，以毒药甲毒杀，毒药甲毒杀，什么样？这就是佛祖。我做完了，做个歹心毒性，我操！你无幸福，已经大拢反腐啊！啊，中家主命中，佛陀搁再一摆甲比丘安尼讲，迄时恶心毒杀中家主的医生，就是现在我。人佛祖嘛，袂讲做歹事，
自我发怒，伊就讲伊过去心中原来有做过歹心毒行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凡夫较会可能讲无做过即个歹心毒行呢。毋过人佛陀就是要为着教化徒弟，吼、哦，所以因为过去杀害中家子的恶业因缘，受听迷中，对伫三恶道是无量的惨苦，因为其他恶缘也佫还袂尽，所以只是伫人身成佛，也佫受着骨折啊烦。啊，痛痛这个诸苦啊，骨折酸痛、抽痛，因此啊，咱这个酸抽痛，唔是无什么，唔是无原因的哦。顶世的人啊，抬低抽这低筋起来煮，啊，抽这二筋、五筋的起来煮，哎，后几天伊就抽个痛，抽个痛，啊，抽个痛，哎，所以讲、哦，所以功过不相及，这福啊。呀，啊！唔过佛祖，我都忍耐这款痛苦，啊！咱免哪法度，咱敢法度？佛祖，我都忍耐这款痛苦啊！啊！咱无法度啊！啊！因此啊，好呀！啊！啊！不然行，啊！歹啊！啊！不然撇。几点咯？啊！下面佫讲一段故事。第八，人业可行。朱比丘又搁辩白佛陀讲，讲大德世尊，你顶世的人是做什么恶业的因缘啊？出家修行修六年啊，苦行也未成佛啊，遭受着十年的苦行啊。佛陀就甲朱比丘安尼讲，讲过去徛遐佛的孙住世婆罗奈城有一个婆罗门主，名叫做火曼呐，以陶施子啊，那么护喜为由。就是护喜是伊个朋友的对，那么这个护喜童子啊，伊是三宝弟子，就是佛教徒啦。伊为着要度这个火曼童子啊，要来加协佛的孙啊，听这个佛法。这个火曼啊，当场就甲记者讲：那个昆陀沙门有什么活道啊？活道很难得的。昆陀沙门就是念佛的对啦。那个昆陀那个光陀沙门呢、啊？有什么佛道？佛道真难得啊！伊边头可以成佛，安尼来诽谤佛就对了。这护喜啊，邀这个火曼三次啊，咩嘞听佛见佛的文化啊，拢去要记住啊，就是真恁要请因来讲经啊呢，因个唔来讲经，个诽谤书同款意思啦。啊，那么你想要看这个？昆陀道人干什么呢？你要看那个光头的同像，这光头道人哪有什么佛道？佛道无遐简单啦、啊，伊家己讲伊佛，我看无遐简单啦、啊，咁骗的啦。后来啊，这护持啊想办法带这个火曼啊，来到徛下佛的头前啊，顶礼。这火曼啊，看到佛道相好庄严，伊就产生信心，哦，开始无同，哦，开始有够庄严。啊，所以啊，供养加协佛忏悔，发心出家为比丘。佛陀又搁讲，讲过去做口业安尼讲，讲佛陀难成，而这个火慢，而是现在我，因为做口业，所以六年苦行，日时一麻一脉不能得到。啊，加在当时啊，赶紧求这个忏悔，出家求这个佛陀，也那无啊。就要经过三大无数劫，也阁未当成佛啦，赶紧求忏悔啊！哦，迄就是现在的我不得了着。哦，因此啊，你甲看一句话安尼尔，安尼啊六年的苦行。所以，若要修行，我定讲，口业乃是一清净，安尼咱所修的功德。这有可能记得掉，原来不可能。发挥第十八页，中间第九，佛的婆罗门聚落就是咱今嘛讲人较济所在，聚落就是咱今嘛就乡镇啦啊。当年佛在世时呢，无可能像咱今嘛像咧高雄市的大都市啦，这不可能。啊，上帝是像咱即卖镇啊、乡啊，安尼就真不得了。啊，乡镇安尼就不得了。
佛入这个婆罗门，聚落其实不得空半啊，离凡。其实啊，佛就是要讲伊过去做什么恶业啦。那么这个慈悲心，一个辨别佛陀安尼讲，大家世尊，你过去不做什么恶业？你成佛了后呢？啊，入去这个沙罗，这敢是讲过未？还没讲嘛？还没讲嘛？哈，哦，因为我这拢家己看了，啊，嘛唔知讲到倒啦。因为我看到拢会晓，你讲啊，入去这个沙罗聚落，沙罗是一个地名啊，哈，聚落，聚落就是咱这边讲讲乡镇呐，人多的地方就是聚落了。确实，但是伊佛陀的福报煞吐无，吐巴吐无，空巴离顿。所以照讲，这个巴是吐饭甲菜啊。伊咱即卖这个出家人啊，这个吐巴哦，你呐，甲放这个饭甲菜啊，啊就无欢喜啊。伊个唔是真正，你呐真真正正出家咧吐巴诶，讲真正迄种是以饭菜为主啊。现在也不一样，都以金钱。不得跟比丘这样说，说往这波罗奈城有一位外道，本来到中者家七七不得。往这就是过去世的，无量劫的，波罗奈城有一位外道，来到中者家七七不得。他看到一位这个人，来到中者所在七七。啊，了后这位出家人是已经进了独觉，独觉就是修十二因缘，独自觉悟，修四谛法开悟叫做声闻，啊，修十二因缘开悟叫做独觉，修六度法证悟叫做菩萨，啊，什么讲？独觉果，那么这个独觉啊，就是讲初代佛入灭以后，没有佛子是自己觉悟的，也是修十二因缘啊。出蝶佛在世修十二因缘境哦，叫做缘觉缘因缘觉。出世蝶无佛的所在，自己觉悟。就是独觉，就是咱这边讲的独觉，自己觉悟。啊，中介夫人看到身心端极，就是没有浮躁相啊，威仪真好啊呢。啊，因为三生信心啊，的布施会真多，精妙音质。那么迄个外道呀，看到伊啊，这个满钵妙转，就是好的音质啊。心怀嫉妒，心怀嫉妒，所以咱人这个嫉妒心啊，非常的可怕，非常的可怕。嫉妒就是未堪要人好啦，人啊比人较好，咱就要防死安尼啦。啊，所以这个嫉妒心嘛，是咱人的毒瘤，心灵的毒瘤就是嫉妒，是足可怕的对。因此，修行人无论别人啊好歹啊，啊好的咱来随喜，啊歹啊啊作为自己的警惕，唔通嫉妒别人。伊就用手来拍这个出家人的钵，和伊的这个物件全部落地的涂骹。哎，这外道又搁用脚甲打这个神物，那么垃圾就对了，和伊不得因此。我甲拍好垃圾，佮甲那部伊那部袂食是垃圾的对。佛陀伊佮甲慈悲就讲，讲过去用手拍钵拍倒迄个外道，就是我现在我释迦佛祖。所以释迦佛陀过去原来不做这外道的，原来因为有嫉妒心，所以和迄个独角不得因执，因为拍破迄个钵。啊，未当回家，所以这个业报在百千岁中，拢出世伫地狱，受无量的痛苦，无量的痛苦。
迄、那个博也毋是偌济钱啊，啊，因为小看伫嫉妒心起来，安尼，干那一刹那之间拍破迄个博，或者是独角，迄顿袂当食，安尼爱到无量无边地狱的时间咧受苦。残业报力，啊、哦，因为还佫有剩一寡业力，业报也袂报，所以伊今仔日虽然幸福，但是因为过去生中，哦，佮拍破独角的这个博，佮个饮食佮垃圾破。啊，那互伊袂食是垃圾，所以一世人成正觉。虽然成正觉，但是伫这个婆罗门村其实空半离凡，福报拍了伊，怎占了伊了着？所以我定来甲诸位讲讲，佛门是往生极乐世界真紧的场所，但是也嘛是造业相当的所在。那么伫佛门挑拨离间，堕乱这个僧团，互伊扰乱。啊，那要出家就干脆卖剃头，啊，那在家就千万唔通千金三宝。莫讲咱今日剃个头真不容易来修，结果修到好这个经团乱七八糟，四处公是非，挑拨离间。安尼，啊，迄天一个一贯道的来要出家，伊讲师傅，你这出家有啥条件？我讲我这出家无啥条件。哦，佛母咧分讲，你一贯都会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你只要咧出家，大家拢会使。但是我只有一个原则，那只什么人，那伫我这个僧团内面捣乱，我这内面的僧团，讲是非、讲师长的过失，规工拢伫咧纷争斗角，我是叫你出去，就这个原则尔。啊，家庭大破病，你也免烦恼啊。哦，安尼伊要等于月底特别辞职咯，你搞了剩一礼拜。啊，还佫一个要来出家，所以即摆拢总有四五个要出家。昨昏佫一个拍电话来，我接电话，我接到。我伊讲个，我拢听书诶经典啦，啊，诶经典啦。那么我听书诶经典时阵哦，我即摆做生意啊，我读专科学校诶，啊我吼就过年农历，我中国几点，安尼我就要来找师傅，又佫一个，啊，头拄下来又佫一个。一个来找法王师，讲伊也要出家，伊只要明仔载就要请假要来遮住一礼拜，那下晚要剃头。顶两三工，顶两三工，迄个，阮这个姐夫因迄个大兄，干来，啊，因迄个伊个伊后生读清华大学硕士，伊个甲我讲，讲即摆目前一个台湾大学土木工程系嘛有准备要来遮出家。即阵你个想讲，即摆煞咧出家拢？拢迄个业，世级别的咧出家。如果即摆出家人的水准，你惊死啦！哎，拢迄个真悬真悬的学历才有咧剃头啊！吼、哦，了无？所以讲哦，这佛门之大幸哦，我是希望讲一当一百个，一两百个嘛无要紧，两百个我着隔壁拢要甲买起来，较善良呀。不过。我若无钱，我会害你店，你放心。我无钱，我就甲你哭。哎，要阁买厝咯，无钱两百个啤酒遮大，哦，我那两百个伫遮惊死人哦，惊死人。哎，隔壁十三间嘞，无问题吼，无、哦、问题。过来，啊，所以这个嫉妒心唔通，咱的佛门内面爱做，啊，好好修持，千万唔通，啊、因为观顶的佛的高种罪报因缘，所以人了解讲，咱人做什么业，得到什么苦报。你讲佛陀以前的伟大，伊嘛是爱接受这个因果啊。所以因此，咱的辛苦病痛啦，咱的事业啦，啊，还是娶到歹某啦，还是讲嫁到无好的翁，啊，咱就免怨叹，因为咱做什么业，就爱负什么因果。因此就是讲哦，咱不要怨恨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命运呐、啊，命运是自己创造出来。那么你今天你接受这个果报，你怨叹嘛无效，因为那是你的业报啊。别人唔给你介意，对不？啊，所以唔免怨叹。佛陀就甲比丘安尼讲，讲自作事业必须自受，你做什么业，必须要自己受。那么这个业慢慢啊成熟的时阵，缘变现前，这缘啊积聚。如影随形，做恶业是如影随形，必得感报，一定走袂去的，对不对？
无余代数，什么人都袂当代替你受苦。所以，佛咧讲的一直是有够科学。我一开始研究这圣经，我唔是研究佛教，我一开始看这个圣经，啊，听人讲道讲道，我听袂合。我这宿舍有佛教的根基地，因为隔壁就住一个叫姓王的，姓王的，吼、哦、阿昌啊，伊就是真耶稣基督教会啊，哎，猪血拢唔敢食，猪血无咧食，吼、哦，啊，猪肉是推甲饱，吼、哦，啊，也伊拢讲这个，咱咧拜神咧拜佛咧吼，那拢是无效凡夫，干阿因上帝，干阿因上帝，吼、哦，这是。这是上界伟大啊！所以占道理我无法度接受。哦，我认为讲，若讲一切拢是上帝创造，安尼上帝袂公平。哦，上帝袂公平。啊，我看了这佛教讲因果，啊，这我会当接受。这可是有影个人做，个人负因果。后日什么人甲咱主宰，安尼我袂接受。